大家好，我是小新的表妹，今天由我来代班主持。这个河边有很多野菜，我要摘一点回家吃。这种野菜我们叫水节菜。哇塞，这两个好嫩啊，好油啊。今天篮子太小了，回家了，装不下了。表妹今天很厉害，拿了这么多的水蕨菜，今天中午我们就把它炒着吃。这个水蕨菜上面很多这种毛茸茸的东西，要把它先把它洗掉。用这个开水烫一下，去一点苦涩味，因为这个是野菜。水蕨菜就炒好了。